人趴下，我都叔叔这样，那我们念的就对了，那个念那其实打了这个他就感受到。所以呢，同样的道理，早上是这个仇人的话，下午又变成亲人的又有多少？上午是一个亲人的话，下午又变成仇人的又有多少啊？啊，小月家人家唐马进京的，他不可能的家人上的通路的过程，在那的龙王这个要啊用个老大。早上自己完完全全把认定自己的仇人，一看到就已经产生憎恨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三年年里边还要的，这样的状况会不会明天就变成亲友？也就看上去这样的话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昨天的那个仇敌在哪里呢？看上去的关系就看了我的。所以呢，昨天的想法变成完全的错误。这种观念呢，也不买办法的。之所以呢，轮回之中，是完全是不确定的。嗯，好，理解了。自己方面的看，没有什么价值分别与说这个是我的亲人，分别与这个是说我的仇人，这样以及说这个中庸，没有什么价值来去分别这样。当然，这个圣经可能中文的上面是当然人家吧。所以呢，这个不但是一个自己方面，都是一个平等，而且以众生他人的方面来讲的话，都一样是相等的。啊，台湾的金东元民对吧？奇怪的看法。都想要快乐，不想要痛苦，都是相等的。哦，这一张我让的人民干部的代表呢，或甚至两百多事。之所以呢，不管是自己方面看也好，或者说众生方面看也好，所有一切众生都一样的是平等的。哎呀，节目了对那个瞬间空间了，超级节省那个两百。人们说的，你那里挣你的钱大不大？那个几万人民币，天有娘呢？我们可能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啊，地铁啊，甚至旅游啊，铁路那点送啊，铁路啊，那铁道路啊，那点送，啊，人民的那点送，一年的一年弄上点的话是，这样我们怎么好过没事呢？听到吧？或许有些众生会想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他有害过我。或者今年他有害过我，或者说这个前年或者去年有害过我，所以呢，过去是不管是怎么样，他这个现前段有做过我这样。嗯，然后那我呢，拍大龙王的上午是当呢，我既然是拍大宝爹的，肯定拍大宝爹的，他不要了。所以呢，以对自己。有恩的这个方面，或者有这个利的方面来讲的话，过去当中所对自己带来的利益，跟现阶段所带来的利益有没有差别呢？过去别人办，就让你分到钱的，但是现在就让你分到钱了，是这样。你买也多啊，你买你这个就让你分到我的，别人也没得，你这个分到我的，对吧？哎呦，可以这么说吧。这个过去当中曾经有人对自己。这个帮过忙跟或者说现在有人对我帮过忙，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呢？这是台湾民族啊，虽然是一样都没有区别。台湾人是提人家，但是提人家的觉得没得呢，认真的啊，这个我的觉得偏还是大呀。好，同样的，今天自己把事定为自己的仇人，在曾经对自己带来过多少的利益？带来多少就马路灯，落了马路灯真是现在了，过了的呢，当不了那个啊。所以呢，不要因为说这个这一次稍稍这个对自己内心不服不舒服，而对他做出有害事情，没有这个必要。在林家那里看到着你没得了，家长的面子呢压不起来了。所以呢，今天自对自己有利的这个人，是不是把他认定是亲友来对他报恩，会不会这样？
好的。那我那点了这样当过的吧，他们点了这样不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也要对他产生怨恨呢？因为过去的当中他也害过自己。这个也能得吧，这个不那基本得得吧。之所以呢都是一样的，你讲他这什么感觉呢？什么感觉呢？人的生命低了的那多多有问题。老大，当你的那老那多老有问题心中嘛。所以呢，我们以这样去思维的话，我们内心心目当中心底所放置的对一个仇恨的怨敌的那个黑坨坨，都会散掉。你问了就辛苦了。可以说这个都已经会把它散成，散成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当我呢，这样的十年的的三九，哪怕差上面都往上面去用的，刚刚就过来说。所以这样以来就变成说，我无法着手说这是我的亲人，或者说我无法着手说他是我的仇敌，就变成这样，没法着手，都变成平等的。好的，那你这个讲过了。所以呢，以这样的方式来去修心。的确呢，当天你的心的身体吧，可以两不两，我觉得是嘛。但是你的身体病毒，对呢，没事的，今天下了我的上班经济是工具，这心里过出去。好，当已经自己的内心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平等的时候，在这个上面才开始去修持所谓的知母念恩报恩，然后呢慈心悲心以及增上益乐等，这样慢慢去修持。你马到圣的格式可以慢慢的给圣的都是广发钱了，有爱朋友吧。不然呢纵使自己的心没法平等，内心当中没法平等，即便是再怎么去修持的话都是无益。因为人家蛮信奉的大牛是这样的去送我，这结果已经正确。之所以这样的道理，我们修持知母之前就是要首先修持平等式的缘故，就是这样。好，谢谢。我的朋友的他朋友的人家创了，我的那个叫了他的那个叫了一个创吧，一般呢能力过了又把你把他打落过了又把你把你那个叫了创了，那你叫把酒精把他打落的呢，把酒精把创不行的，不然呢装过酒龙王把他带了包上去，我们这个面娘他把娘把老公王养的你娘先，那然后我们讲朋友们把娘把你老死把人家把人家带到街来，带到上边天天帮忙送了，生命用不着的生命看见了，看对的生命用不着，带到了生命用不着的人家人所你觉得针对命运的决定的尊严吧，等我都着死，那这就叫人家帮忙送生命送的了，可以把我送的奖把人家对的送的了，怪娘子呢很心里生命看见了，看怕对怕对，我说啊把我生命送看上来一般来说大哥看来送出不用去了，他说到嘛送出不用去了吧，对的到嘛送的。我们之前不是说有讲说这个自己面前要观想三个多嘛嘛，对不对？那三个多嘛是什么呢？超人多嘛，金人多嘛，对是等着送了等着身体用时那多嘛过去路上去路上等着把你辛苦过来。好，所以呢，三种多玛的一个看待都平等之后，上面浇过水，浇过水之后，这个多玛就散掉了。